嘿、hey, 大家好，讲讲今天呢这个还愿的这个游戏大作啊，吸引到大家的目光啊，然后这个传说这个何老师呢，在这个欧尼尔农场呢这边藏匿在这里啊，我们骑脚踏车前去看一下是不是真的在这个地方，有点恐怖啊，阴森森的感觉呢。我们这次没有带打火机啊，我们带手电筒上去看一看好不好，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藏匿在这里。哎呦，是真的从这里进去，哎、欸、恐怖呢，会在这里吗？哎、欸、这什么声音？哦，有个突然出现哦，何老师你在哪里呀、啊、何老师，哎、欸，刚有个反光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刚才有个人影，这里吗？哎、欸，在哪边？不会在二楼啊？刚才有脚步声啊！这是外面的，在这里。哼，什么？啊！筋酸哦，这什么啊？哦吼，何老师出现了。看不到，看不到，不行！为了福利大众啊，这个何老师太可恶了，我变身一下啊，马上去找你啊，是不是？浩克版的杜美心上啊！不要走啊！我不就很厉害？听说你害了不少人家，有家归不得啊，哈！这么不堪一击，起来啊，出去打要不要，来啊，跑什么啦，不就很厉害啊，害了那么多人家回不了家，气死，都过来，气死我了，再来啊，该死的神棍，有人会来救你的，呵啊，呵啊，呵啊，啊啦！就起来跟我玩啊！那不就好棒棒，来嘛！喂！起来哦，这么不堪一击啊，老衲送你归西啊，好了，那个何老师被我们消灭了，想要看更多虐打何老师的影片呢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啊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